你带我们来哪里？这里，我们带着我们现代马车来住旧马车。还有冰箱哎、欸。对啊。哒啦。还有苍蝇。还有一只苍蝇，等一下一只苍蝇。好。居然有帮带，对，所以可以住不少人，我想。room tour 结束了，感觉没有床哎、欸，所以还是要打开。没有啊，就这样睡啊。是啊。对。我看到他这个有一个这样，哦，就这样。所以你要自己带棉被跟床垫哎、欸。幸好你什么都带了。对。可是这样就会脏哎、欸。是还好，反正我回去会洗。等一下后面还有个椅子。是吗？嗯。什么叫椅子？哇，好晃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真的是马车哎、欸。就是这个打开之后，你可以朝外坐的。哦，我懂你意思。哇哦，哇，好晃哦。对，好晃。那我要来开开看了。对。小心啊。嗯。真的 OK 吗？好，那你把那个拉过来给我接手。好，它都有纱网，就会凉一点。哦、OK。把它卷起来。对。我们好，这个应该要需要卷起来。对，里面还蛮热的，因为现在太阳还很大。对，然后必须跟各位说，这就是真的是马车，超晃的马车。有电风扇，有一个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的电冰箱，跟微波炉。太太现在帮我们开窗开冷气，冷气开的时候蛮凉的。对，其实外面蛮凉的，对，有湖上的海风，湖就不是海。海就不是湖，胡说八道。但是苍蝇蛮多的，所以要记得把它关起来。Utah 这边的苍蝇啊，嗯，是很笨的，它没有遇过人类。我们刚刚在刷那个车子的时候，车子上面玻璃上面就停苍蝇，然后你过去它就被黏，就死了。然后它又很。大只的，这是 Bumblebee 吗？试一下充电好不好？好。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电是够，明天离开，可是既然它都有付了，对，就想试试看到底可不可以用这样。因为它就是一个 campsite， 一个 RV site， 然后改装成马车，给马车用的这样。对，就让它到地上去。我们把它插进去，有，好开心哦。嗯哼，可以充哎。又被分手。不知道别人露营都在干嘛，但是从我们仅有的经验就是这样。不知道是好像有人吃的更丰盛，是不是？我们之前露营有带。烤炉的时候就是可以煮东西啊，嗯，但是不过我们这个是 road trip， 就是没有办法长期抗战的这种，对，所以还是简单就好。37度。37
3°C， 哦，惊人！房间里面唯一的暖气是吹风机，幸好还有电。现在是挑战连续两天录影会不会受不了这样？应该是会受不了。温差真的很大哈、哦。所以这 stay part 就是要自己自助式的 fill in date of departure。 所以今天 arrival 跟 departure， OK， 这个是 departure。 好，10月1号是中秋节吗？10月1号就是中秋节。这挂在自己这里车上的，这叫 hang tag。 对，放在车子上面，然后就放在 rear view mirror。然后晒团体兔，嗯哼，里面有15块，耶！我们待到10月1号，好丢了，嗯 ，OK。今天这个 campsite 没有插电，然后我们现在有64%的电，嗯，可是我们晚上会做很多事情，嗯，例如说我要用电脑，我要充电。如果只有睡觉一个小时，大概1-1.5%。对，所以那我们算12个小时。到明天早上7点的话，14个小时。14个小时。所以可能算20%，所以剩下44%。然后我们开到那个、嗯、下一个充电站是20%。对，好，所以应该是够的哦。我们有先多充一点。对，先把床铺一铺好了，这样子。对啊，我们要打气，我的意思。对。打气，然后会用到一些电，嗯哼，希望不会太多。OK， 走。那我们这次试试看用后面这个充电的。其实是因为之前没有发现。对。所以前面跟后面都可以用。因为我不喜欢又要把那个扶手打开来。哦，对啊。这边这样就蛮好的。然后这个线也够长。嗯哼。之前这边会卡到那个尾门关起来。所以我们都要把它往前推。那我们昨天又用了电脑，又用了那个 pump， 对，那个打气那个 pump， 对。所以1-1.5，我会抓1.5比较保险一点。对，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外面天气，嗯，你要看你天气，嗯。所以我们昨天大概是。4点多，4点开始用到早上7点。对，我们对，所以大概现在快8点，大概15个小时。嗯哼，64用了49，64用了49，哎呦，这么精准。所以连续两天 car camping 受得了吗？想家吗？很想，很想家。从 Utah 开到 Nevada 这边，就是经常看到一个 sign， 就是告诉你说这边是监狱的区附近，然后如果路边有人拦车，你不可以载他。其实路边拦车，电影里面也就是会有人载你走嘛。然后政府就特别警告你说，
可能是半人。